28日，台湾乐团 MP 魔幻力量举办新专辑签唱会 ，MP 现场大跳射手舞，让台下粉丝尖叫不断。日前 ，MP 为某健身俱乐部开张进行商演，当天在台上表演时，吉他手雷宝和喝醉酒的辣妹贴身热舞，竟被辣妹抓住重要部位，场面尴尬不已。签唱会上重提此事，笑翻众人。雷宝还被迫与凯凯重演当日情形。手怎么样？热舞，手。手就这样直接抓上去吼起来哦哦长达5秒钟反应有点久觉得你有点迟钝没有因为完全玩破音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个会有那种举动而且算是惊喜嘛算是一个惊喜日前 MP 魔幻力量担任任贤齐的乐团一起到澳洲巡回本想趁着工作之余去海边天体营休闲结果没想到一行人变身新一代雨神让一个一年四季都很少下雨的地方又下大雨又刮风因为导游说有那个天体然后结果到那边超冷连海滩都没什么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好像一年四季几乎都是非常热然后也不下雨结果我们一去立刻下雨而且变超冷风超大